你也住七楼？哦，我住701。701啊，你咋不走啊，谭主任？去学校。去哪儿玩？咱上班呢。去上班呢。走。你这孩子怎么样了？哎呦，这孩子真是让我操碎了心了。现在这个孩子作业呀，真是太多了。哎呀，我也是啊，这操心呢。实际上，前一阵啊，我碰上你妈了，你妈托我呀，给你介绍个对象。 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徐阿姨的脚怎么样了？昨天看着好严重啊。没伤筋动骨，但是得养几天。没人照顾她，她最近都得住我这儿。我跟我爸妈说好了，你不在的时候，他们过去帮忙。他们同意啊？当然了，高兴着呢，放心吧。太好了，晚点我发微信告诉他一声。